我明白，像我这么咋咋呼呼的性格，没几个男的能受得了。其实吧，你这个人……你别跟我说，其实你很好，只是我们不合适啊。俗不俗气啊？其实你这个人吧，真的还挺好的，就是有的时候有点太神经大条。我小舅舅一直喜欢你，你不知道啊？喂，有话好好说，你不要人身攻击啊！哎呦，有这么夸张吗？我小舅舅这个人……打住！我已经够惨了，你能不能说点美好的事情啊？好，走吧，我请你吃个饭，够美好了吧？走啊！你先走。你先了。这游泳课还没开课呢，开课之前应该都没什么人。天啊，我从来没来过这儿，这也太大了吧。我们就在这儿继续画图吧，我去拿张桌子过来。嗯。你平时就是在这儿训练的吗，学长？嗯，你会游泳吗？会啊，我爸是海员，所以喜欢带我们去海边游泳。那叔叔是不是经常不在家？嗯，我已经有半年没看见他了，真的好想他。其实我们分开过好多次了，但总是习惯不了。每次他一走，我和我妹都要低落好几天。我就只跟你分开这一次，我很快回来。说不定我们不用分开了。我们系有去英国交换的名额，我打算去申请。真的啊？嗯。那我一定把我整理过的雅思资料都给你，祝你马到成功。就这么说定了。哎，对不起，我是想帮你系鞋带的。你是什么？我没有非分之想。没关系。